嗨，我是大眼兔，快点击这里订阅我们萌朵宝宝频道吧，我们在这里等你哟。嗨，欢迎来到大眼兔玩具乐园。哇哦，嘿嘿，我有一个漂亮的风车，真好玩。哇，你的风车好好玩啊。哇，看上去很酷呢。啦啦啦，呜呜呜，我的风车快跑呀。我的风车摔坏了。小朋友们，我们一起来做漂亮的风车，让小动物们一起玩吧。我们先来做一个波点风车，选一团彩色的超轻粘土压扁，擀得薄一些，然后我们要把粘土剪成正方形，可以先划出轮廓，再用安全剪刀把多余的粘土剪掉。小朋友们，剪刀要在爸爸妈妈的陪伴下使用哦。然后我们用另一种颜色的粘土做波点装饰，先揉成小圆球，然后压扁，粘在方形的粘土上。接下来用剪刀从正方形的四个角往中心点剪开，就像这样，注意千万不要剪断哦。然后拿起一个角粘到中心点的位置，我们按顺序把四个角都粘到中心点上，最后再加上中间的小装饰，粘上雪糕棒，波点风车就做好啦。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彩色条纹风车，和刚才一样，先做出一片正方形的粘土。啦啦啦，然后选两种或者几种不同颜色的粘土擀成薄片，剪成条，然后我们把粘土条满满铺在刚才的正方形粘土上，铺好之后可以再擀一擀，擀得更薄。现在我们再用剪刀按照正方形粘土的形状把多余的粘土剪掉，最后再按照刚才的方法做成风车的样子。啦啦啦，哇，条纹风车好有趣啊。我们再来做一个更特别的格子风车吧。我们把两种颜色的粘土剪成比较宽的长条，宽度尽量一样哦。然后我们开始编织格纹，把三条横条排好，然后把竖条一上一下放在横条上，像这样。然后第二个竖条按照相反的方法放置，接着第三条和第一条一样，看，格子出现了，我们再把它擀平。然后同样要剪成正方形哦。好啦，我们快把这些风车
送给小朋友们吧。新的风车更漂亮了，这一下大家都有风车了，我们一起玩吧。哇，好漂亮的风车啊。哇，太有趣了。嗨，小朋友，喜欢这支影片吗？动动你的小指头，点击订阅，打开小叮当，给我们点赞吧。See you next time!